各位与会来宾，各位先生女士，各位业界同仁，还有各位媒体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加拿大华人金融理财顾问协会成立的新闻发布会的日子，今天的天气特别的美好。我仅代表加拿大华人金融理财顾问协会理事会向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2008年9月，雷曼兄弟银行有着158年经营历史的大企业宣布破产。从金融角度来说呢，金融海啸开始了。这一个大浪潮的侵袭很了不得，咱们加拿大的华人，不管是消费者还是我们金融理财行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伤害、损失。那么在2009年10月，金融海啸过去一周年的时候，加拿大主流社会安省税务局、安省证监会，还有加拿大这个我们保险理财行业 Edworks 这个协会，组织了一次研讨会，对于未来的 regulation 就 future regulation 的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个别的主流的保险公司、投资公司，还有一些官员，这个西人，他们跟我聊起来说，你们 Chinese 应该有一个自律的协会，因为我们不懂你们的人文的这种文化，我们更不懂你们中国人这种价值的观念。无独有偶，2009年11月，我们发起了一个研讨会，当时在咱们华人社区有50多位业界同仁参加，刚才大家看到这个 flash 了，都是来自不同的基金公司、保险公司、投资银行，还有 investment dealer， 还有不同的 broker。 在这个研讨会上，加州金融协会会长王体博士今天他也到场，很有幸我们有请到他。当时他也曾经发言说，他们银行界的西人这个主流的同仁还有高级的管理人员也曾经征询过他，说你们华人是需要一个自律性的组织的，因为我们西人不太懂你们的文化价值观念。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呼声，在这样的一个小的这种咱们社区的条件下，我们经过半年多的酝酿筹备，今天成立这个新闻发布会。但是我们协会的正式的合法注册是在2010年元月21号就已经注册了，刚才大家也看到我们联邦的文件。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想等一下请我们这个一个一个都有发言的代表。现在首先正式宣布我们新闻发布会正式开始。首先有请加拿大华人金融理财顾问协会会长钱生林先生向大家致辞。我还是站起来讲啊。首先我们应该感谢今天来参加我们会的各位同仁、各位同行，以及各位朋友，还有媒体的各位同事、各位朋友。今天呢，大家一看是个非常好的日子 ，lovely day, beautiful sunshine, clear sky。今天呢，就预示着我们这个加州金融理财顾问协会呢，将会迈出一个良好的开端。那么现在这呢，我主要是讲一讲咱们这个华人从一个陌生的中国移民到这个加拿大来，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咱们说走向水熟，咱们经常华人那些 leaders， 华人那些社区的领袖们，比方说帮助华人融入主流。那融入主流，作为我们在金融行业工作，我今年是进入到第20个年头，那么我们的这个亲身体会和责任呢，也是义不容辞，应该帮助我们的华人在金融理财行业融入主流。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咱们过去的10多年来，咱们华人社区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当时想，如果有一个声音，如果有一个协会，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机制啊，对外发出一些声音，正确的声音，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会少受损失，我相信会有很多的同事不会因为这些自己的知识有限，造成了自己的前途毁掉。那么咱们可以举个例子，在2001年，整个的高科技破灭，人们对投资市场呢，应该说是什么呢？望而却步。结果在整个主流社会成立一家公司，这个公司可能有很多媒体到今天都不一定知道，它的名字叫 Portus。P-O-R-T-U-S， 这个公司是两位犹太人成立的。成立以后呢，他们说保底8%的回报，上不封顶。